刚打完吗？投，我的了吧？我的我的我的吗？我的我的没有事。OK。难过。好了，这场比赛是我们双打复赛的第一轮啊、哦，双打复赛第一轮的比赛啊、哦。但画面左边的是我们陈哲明跟李吉文，画面右边是林凯文跟杨慧娟哦。这两位选手是从青少年一路这样打到成人哦，当然慧娟还是青少年哦。哦，凯文已经从青少年。曾经拿过青少年冠军哦，第一名的成绩，然后现在进阶到了成人组的赛事哦。像是我们的双打复赛的第一轮的比赛，好，今天参加的队伍哦，第一轮就是我们的八强赛哦，所以赢了队伍就会进到我们冠军那个四强赛哦。凯文来一个中排运球之后的射门，现在比数来到了1-1平手。哦，比赛一开始哦，我们是打双打复赛是打3-2的赛事。3-2的赛事，每局抢五分。第三局的时候，我们会有净胜分，必须有deuce啊，净胜分2分的限制啊。小明来一个快攻，哦，现在比赛前先来一个策略的交谈啊。凯文发球，一个远边的传第二个人偶，非常特别哦，比较少人这样做。现在比分是2-1，哦，画面左边的陈哲明跟李奇文现在暂时领先1分哦。比赛刚开始哦，所以双方都还在适应对手的状况之下哦。陈哲明抢到球权，一个漂亮的刷下传球。前锋杨慧娟的防守非常的中规中矩哦，但因为中规中矩，其实事实上好好的算节奏的话，事实上是不难破解他的防守，但是节奏就很重要。要抓到那个节奏其实不容易啊，所以冷静的下来算节奏的话，是有机会可以稳定的打进杨慧君的球门啊。好，现在他们两个在好好的交谈哦，因为比赛一开局哦，马上就先做了先落后了2分哦。好，现在由林凯文从中排发球，这就可惜了。在一个暂停回来之后，如果能够顺利传球成功的话，其实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哦。吉文的后卫以撞墙射门为著名哦，可是一个失误哦，凯文前锋拿到球，定点是 snake 不动哦。一个打推，哦，感觉是有动哦，好像似乎回拉过多，所以把球打回的逆向回来的哈，哦。所以刚刚动应该是有开的，哦。吉文，刚上一球一个失误，我们看这一球尝试传球，被凯文抓了回去。凯文一样定点哦，顺利打了。选了原地的洞，好，
比数来到了3-2。陈哲明跟李吉文的队伍现在暂时领先一分。传上没传过，空档出来了啊，执行率稍微传的高了一点。慧娟这个射门很漂亮哦，可以打到那么远。看他轻轻柔柔的打法哦，射门速度虽然不快啊，但是横移的速度还算足够。刚刚的比赛单打比赛哦，陈哲敏已经先拿下了他生涯的首次单打冠军哦。哇，这一球很漂亮哦，晃一晃打了一个拉。先为陈哲明跟吉文这队已经抢下了一个局点，3-2，哦，快要掉球。凯文的运球哦，不够稳定的情况下，不该用 T-Tech 传球哦。运球就可能就是他，就会有会球可能歪掉了，就还尝试要运更多球。张进的这一球，第一局由陈哲明跟李吉文抢下哦。这应该对我们两个年轻的选手会有很大的压力。一开局就出现了问题啊，先5-2，算是大幅度的落后。他们是想要换边吗？有我在。好。对，小两口会斗嘴。好，来，现在第二局的开始啊，杨慧娟改到了前排。张慧君如果到前排的话，他的射门是由拉杆的方式来做射门哦 ，ball shot。他 ball shot 有个问题就是速度不够快，好，不过他算节奏跟打点还蛮准的。打进了中洞一个点，现在会先为他们队伍抢下了第一分。小明，吉文发球。球之后，哇，传上！就在球快要停止的情况下，就来一个传上的传球。这球空档出来了，自己打歪了，打到墙壁。球权还是在小明的脚下，尝试打一个中台哦，完全歪到了墙壁。刚场中有跟小明稍微聊天一下哦，刚刚他拿了第一次的大打冠军，啊，有点气力放尽了，不知道是不是会不会造成他的体力的下滑。连拿两分，一个前锋一个后卫哦。现在杨慧娟跟凯文已经2-0领先了。好，我们现在比赛的会场是在台中市的乌日区哦。今天第一次在高乐局运动用品的仓库举办的手足球公开赛哦，也是我们的国家代表队的选拔赛，在10月4号到6号，我们高雄的中正竞技馆会举办，2019年的台湾公开赛。2019年的台湾公开赛哦，将有团体赛的赛程，也就是国家对抗赛，每个国家可以派出2支队伍来参加哦。今天就是要选拔出我们2支队伍的主要成员哦，不会是全部人哦。啊，目前已经是有吴明轩跟吴明家兄弟已经先入选了我们国家代表队的成员哦。我们就借由今天的机会哦，借由比赛，然后来做，也是让我们一些教练来看一下目前大家的状况哦，然后还有依照名次，然后来选出4到6名可以代表我们国家出赛的选手哦，来组成国家代表队。那这次的国家赛哦，在高雄举办的国际赛里面的国家队哦，目前已知道应该是香港、日本哦，还有韩国。那当然还有台湾哦，这些会派队伍来参加哦。那听说越南也会啦，但是怀疑啦，还不确定，还没有肯定。然后马来西亚也有可能哦，新加坡也有可能哦，因为现在还没正式的完全完成报名哦，所以还不确定哦。好，现在回到场上，陈哲明再度拿得分哦，现在比数已经追平了，达到了2-2啊。一开局原本觉得杨慧娟站到前锋之后连拿2分哦，前锋拿1分，
凯文后来后卫拿一分哦，觉得他们这一局有机会可以反点了、哦。不过马上的被我们陈德明跟吉文啊连拿两分回来，现在已经比分扳平了哦。其实对我们年轻的队伍来讲的话，现在这不叫不利哦。刚刚一个错过球门的哦，他差点就进球了、哦，这样的折射是非常有威力的哦，几乎都没有人在防守的线上，就看吉文打得准不准了。双方二比二僵持了一阵子了、哦、现在球权来到了陈正明的脚下。哇、哦，这球人都站在那边了，但是还是打进了哦，打进了两脚之间。这对凯文的防守就是出现了一些状况，可能会觉得哇，我的人都守到了，为什么还是打得进哦？这球传球传到了对方的脚下。防守很重要咯，陈哲明慢慢的观察中了哦，这个先丢两分之后连拿四分哦，小明这四分真的是连拿的哦，弄到对手没有机会哦，然后现在凯文又回到了前锋，漂亮的传墙撞墙之后的传球，凯文 snack 这个洞不好找、哦，凯文再次拿到球权，有机会可以要追上去了，因为现在已经是拿到了，哦，现在追回了这一分哦。现在那个陈哲明跟李吉文已经拿到了赛末点了、哦，他停牌了、哦，现在4-3，就差一分，哦，这个暂停喊得很好哦。哦，这个暂停就让他们可以有个喘息空间了，因为。事实上下一个发球就是陈哲明就是获胜点哦，一个赛末点哦，他的发球如果顺利的传球成功，其实会对这两个年轻的小将会有很大的压力。好了，现在比赛回来哦，陈哲明发球，就如同我说的哦，其实对现在对那个中排的防守就有很大的压力，你不会想把球往对方的三人送过去的哦，你想要死命挡住他哦，可是要挡住这个传球真的很难。然后陈哲明现在有赛末点的机会，如果打进这一球的话，就进到前四强了哦。陈哲明常规性防守，顺利的打下这一球哦，我们恭喜我们陈哲明跟李吉文能够顺利的进到了前四强哦。哦，陈哲明刚拿到的公开单打冠军哦，双打也是表现得非常优异哦。我们更多的比赛马上回来。